请问咪咪的性感带在哪里？中路。差太远，差太远。请问炮是你交往过体力最差的伴侣吗？不是。搞不好炮是咪咪第一个男人啊，所以他没得比较啊。炮太棒了，真的。我们比大鹏这一句就多了。阿Ben曾经背着小可看过爱情动作片吗？有。有。是我演的吗？我是新说台湾。笑的啦。鬼，如果时间可以倒流，你想要回到哪一天？我想要回到认识他。那前一天，就我之前男朋友其实都就是家境都还蛮好，刚刚真的有点辛苦。帮我叫计程车可以。老娘说了算。哦，到底生活上面，你了解对方吗？结婚这么久，你爱我吗？你还爱我吗？爱，当然当然当然，爱爱爱，当然当然，爱，斗哦。有两对，我们应该比较熟，有一对我比较不熟哎，要帮我介绍一下吗？欢迎吴怀真，还有小龟。小龟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呢，我们真的是用快速的检视说的爱情，很多爱情还存在吗？嗯，对不对？婚前过后那些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婚前婚后到底改变多少呢？我跟你讲，再来讲就 cushion 老套了。对，决定全部用快问快答，加上真心话大冒险。哇，这样我们有点吃亏哎，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光准备题目准备快60-70题。面不寒，是有奖金吗？没有，没那么多。是你们回答时间只有3秒哦，3秒。我跟你讲，今天真的就是有什么问题哦，一直讲干净。以前有以前那种小小的问题，一直说干净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第一组谁先来呢？哇哟！哇！看剧了，真的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我们就问一下，结婚几年了？几年？我们7年嘞。好，第二组呢？两年，那今年先来喽。我们都先问过的，7年啦，有比较老的才敢来。哎呀，好，请问小可最不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？1、2、3，回答。肉。肉很多。现在有吃肉了，有，我现在送萝卜啦。可是你现在也有吃肉啦，偶尔，但我就不喜欢吃肉啊。可是红萝卜跟肉比起来，你比较不喜欢吃红萝卜。OK， 你看吧，我比较喜欢吃肉。这是第一题哦，第一题哦，不要这样握着它。请问，阿Ben第一张专辑名称叫做什么？1、2、3，不安静。哦，亲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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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个答错就要离哦。我很怕他拿放手。我难过了，我难过。请问，徐娇哥演的第一部电视剧是什么？1、2、3，老婆大人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二按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二按哦。那为什么我这边是什么剩下零度息？哎，那不红你也知道。你资料也太全了吧？打错了是不是？第一部到底是什么？第一部哦，第一部算是戏说台湾，我打错哎，不是你打这个吧？给资料的人给错啊，对，答对，全是戏说台湾呐，你演过戏说台湾呐，我演过戏说台湾，真的，这么苦啊，拿金嘛，真的假的？戏说台湾，你台语这样，你可以演戏说台湾，我不能演哑巴小，而且演戏说台湾还嫁给嘻哈的耶，哇，你们好搭哦，真的是，好，接下来哦。请问，交往多久之后发生亲密关系？1、2、3，8个月。哦哦哦，该打该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是你打。徐克，你8个月跟谁？谁？你8个月跟谁？半个月。快1年哦。我们交往8个月结婚的。不是吗？
可以说别的还没做，哒哒。时间久了是会忘记。你看，那个以前的甜言蜜语，有真的言犹在耳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好，再来哦。还有哦，请问阿边跟小可谁的收入比较高？一二三，阿边。自主公告，当然是你比较高啊！你是一家之主，你最大，他给你面子耶！哇，善意的谎言啊！所以你们还是有爱在里面呢。有有有，而且小可是尊重老公的耶，好感人哦，好感人哦！他可以放我们走了吗？我觉得坐在这边压力好大，就算被打了我都愿意。不客气，这个很感人，有时候我们走了吗？哦。有的时候会看到他们爱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感动啊！有感动，在乱放中还有真感情。好，接下来我继续有爱下去哦，好不好？爱下去哦。请问阿边婚前婚后总共胖几公斤？一二三，20，差十公斤。你有胖？讲实话，你不要给我面子了，你讲实话，不然我被打死。我不要被打死！我结婚前大概60几，然后曾经胖到最多胖到90几。哇，太夸张了！我小可，你完全要给他面子，但他被打死哎！我们快要问完了，你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在玩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答案要一致呢。我以为他是水肿，没想到真的吧？他完全搞错我们的主题，是不是？不行啊，太难问了，真的。加油，继续哦，请问。小可上次在脸书抱怨阿 Ben 是什么时候？一二三，请回答。没有过。没有。没有抱怨过。没有。一次都没有。吃不饱啊什么的。没有，我删掉了。自己打一打，然后往后退，就删掉了。没有发出去吗？立马删，一个人按赞之后我就删掉了。抛出去马上删掉。对，然后那个按赞人被我封锁了。对，两题而已啊。两个假面夫妻啊，假面夫妻一直都被打，真的。你们只要串供，灵眼啊，灵眼，不要串供哦。我不知道，怎么样都会答对两题以上。那啊，不然就照顺序来咯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，怀中跟小龟。模范夫妻，模范夫妻。请问，小龟怀孕时最爱吃什么？一二三，我肉，我不知道。好大，不知道这个答案。怎么会不知道？你怎么不知道？你随便讲一个都好。怀孕的时候，她你没有去买东西？没有啊，那时候都是她妈妈就是做东西给她吃。那时候我都在拍戏啊，然后呢晚上去搬货这样子。哦，还是其实你不是孩子的爸？哎，等一下我晚上去验一下好了。请问，吴怀中得了金钟奖是哪一年？一二三，2007。答小龟。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小龟。不是要原谅他啦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在一起。对啊，但你要关注他。我老公超不安静的时候，他也不是跟我在一起啊。那跟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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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时候要跟谁？阿奎。现在在问他们，你没事不要乱讲。就是，要一起答啦。好，真的哈。请问，买给儿子最贵的一件衣服多少钱？一、二、三。300。小龟，小龟，我不知道，好紧。你有什么东西知道的？等一下，小龟，老公跳什么？哇，小龟你怎么了？对，他太紧张。金姐，你问一下简单一点的问题给他。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看着我眼睛 ，Wake up。哎，在录影，在录影哦。看着我眼睛，邓海哦，你在哪里？我在中天。中天。老婆，老婆，专心一点，我们要赢他们。他们只答对两题。我跟你讲。现在开始我们就 no mercy 不留情了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回答，对啊，他一直在放空，就用力打喽，叫我真的要真心打喽，好不好？前面都是放水的哦，好，加油。他刚刚放水哦，他是放水的哦。我跟你讲，你不想老公被打死，你就讲点话吧，好不好？请问当初拍了几组的婚纱照？一二三，60。哎呦，一组是60，60张就是60组，六十张就是60组，打他，不是吧？打，一组。
组不就60张吗？一组一张啊，一组I don't care，我只要你们答案不一样。一组是一张，对对对，对，一组是一张。你看吧，你什么都不关心，我对追一点好不好？我对婚纱就不是很熟，两年就这样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婚纱拍了之后就是要看呐、啊。然后老婆就讲，你看这一组拍的如何，这一组拍的好不好看，就多少会讲一下嘛。可是婚纱通常拍完之后都收起来，不可以解释。老公前任当中有明星吗？一、二、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，对一题了，对一题了，对一题了。请问，婚礼总共花了多少钱？一、二、三，8万，8万，一个8万，一个20几，8万怎么可能有婚礼？八万婚的婚礼啊，对不起，所以你等于赔了12万，打我吧，打我吧，赔了12万，打死我吧。怀中想成什么？8万是什么？我有脑子浮现了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12万，好像 A 几万，8万，我这边说几万，我这边说8万，你们说多少？不管，对，我还在想前面的婚纱照拍的那个价钱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人家客人已经早前走了，你还想说，哎，刚刚卖了什么东西？对对对对，我还停在之前那一题这样子。请顾客哈，请问上次被老公骂哭原因是什么？一、二、三，没有，有啊，因为都是他骂我。我跟你讲。这不代表他恩爱，这代表这题目太烂。这个比较困难一点点。请问，老婆最自豪的身体是哪一部分？一、二、三，腿。哦。腿真的很漂亮。不是，我们真正的本来要问的是说，想问老婆说，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老公说？最想要对他讲一句话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。谢神。谢天。谢神。谢谢你，就是这么努力，就是他愿意就是放下身段。其实他之前就是他有就是卖三明治，然后但是他之前就是他边拍戏，他要边去打工，因为那时候刚生小孩，他要去搬运。去搬运公司，然后去物流公司搬货这样。你还有去物流公司搬货？有啊，当搬运工，为了赚钱这样。对啊，就是接通告，然后拍戏，然后晚上我说，那你再接一份工作。那时候半夜的时候去那个物流公司上班。对啊，为了让他保养，就是赚。那现在好不好？那我再亲一个，我让你回去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哦，我也喜欢的，来，手牵手，手牵手，手牵手，牵手，好啦。再做，轻松。爱情快问快答，夫妻间险戏就此产生。请问咪咪的性感带在哪里？胸部。差太远，差太远。请问炮是你交往过体力最差的伴侣吗？不是。男的只有16岁，他体力会好到哪里去？搞不好炮是咪咪第一个男人啊，所以他没得比较啊。最棒了，真的！我不是，你讲这一句就多了。第三组，泡的咪咪。你说哪一队是假面？两队都是啊，一个2题，一个3题。来来来，随便比你们好了。来，帮忙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去练球玩，我跟你讲，Paul没有头发挡哦，我没有挽袖，他们要小心会滑掉，完全没有。我很少打擦棒球，毛球好不好？我可以顶得住哈。OK 了，我们 OK 了 ，OK 了。别再考哎哦，没了，不会不会。你们真不跟他打脑震荡哦，我跟他自己打不可以哦。你可以打打背啊，肩膀啊，捶捶背啊。没问题，刮个痧之类的。不要伤到脑子啦哈，好不好？一起牵手一起打，对。好好牵手，记得数到3一起回答。好，请问，第一次带女儿去餐厅吃饭时候，她几岁？一、二、三。还没了。好像哦。一、二、三。5个月。昨天怎么样？昨天晚上怎么样？没有，昨天我太用力了。对啊，哪里用力？搬船，搬船呐！搬船，现在太用力了。你要去物流，你去搬船呐！瞧一下船，在基隆港搬的。加油一点了，加油一点，加油！地理是错了，你知道吗？Sorry， 请问，
问咪咪哦，哈，一起回答哈。一起。彭老师，你交往过体力最差的伴侣吗？一二三，不是，不可能。哎哎，你最好的，那这说不可能，有争议，有争议。哎，差16岁，他体力会好到哪里去？我很想知道。五短必有一长，你没听过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这样不公平。搞不好 Paul 是咪咪第一个男人啊，所以他没得比较啊。Paul 不最棒了，真的。我们咪咪再补这一句就多了，有点虚啊，多了。不是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不是，不是，这爱还是要做，表面还是要有。对，不是，不是他第一个。我不想这一次，爱还是要做，爱还是要说啦，要说啦，说出了。对呐，表面那个爱那个该做的表面功夫都要做啦。对啦，对，也会转呢。不是啊，就主持的功能啊，不然我在干嘛？老娘今天还要混到今天，丢搞，真的是。不是他的第一个，是他最后一个就好了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哦，请问老公最爱的一套性感内衣什么颜色？一二三，白色。错，送错了，那晚上送错了的，关灯啊！谁给谁？谁给谁？送谁？生气了，给他一根呐！给你，给他一根呐！他买两套，给谁？对，给谁？哪一任？没有，那关灯看起来像黑的啦，骗人！有荧光黑的，对啊，就哎黑的，哦有黑有白啦，对。炮哥，你还说我们假面夫妻？黑边呐，假面夫妻，滚黑边呐，对。每一任都有送吗？没有，每人要送一样颜色，这样就不会错。对啦，对啦，以后都送白的啦。对对对，一统一，统一就好。没了没了没了，统一就好了。其实有时男生有时候，你知道对不对？对，统一就好。小可最性感的内衣是什么颜色？好，谢谢。他蛮久没有穿性感。我们都是肉色的，肉胎啊。哎，代表我们的题目问的真的还知道他们的情趣在哪里呢？请问要一起回答哦，一起回答。咪咪的性感带在哪里？一、二、三，胸部。差太远，差太远，就来胸部，一个脖子，一个胸部啊。人家是问他的性感带，不是问你喜欢他的性感带。现在是问性感带，不是问敏感带。奇怪，那时候都没有反应，这样是。干脆一直弄错，干脆指出是哪一代，让他知道一下。刚画出来的，像这样写，哪一代？还有一个箭号这样。这一代。哦，下次画个箭号就好了。在哪里呢？你刚才刚讲哪里？这边这边。脖子这里哦，好了，知道了吗？记住这边。哦，好。猪夹肉这边。吹灰吧，吹灰吧，吹灰吧，这样，吹灰吧。请问，我身体哪个部位最臭？一、二。三，该逼，屁股该逼，一个前面一个后面，差不多啦，全身啊，臭，头一区啊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比较，你就是下半身臭，什么哪有都皮肤了们，好的，哪有谁脱了皮肤了？你们真的不凉，是什么情况下会闻到？喂，上厕所的时候很臭啊。哦。纯粹就会发生的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啊？然后拿着拿着哦。请问，咪咪有过几个前男友？一二三，两个。哇，多了一个。来，赶紧出力，赶紧出力，咪咪搞公平点，赶紧出力。咪咪搞公平点，搞公差嘞。你出来，你出钱。快问快答的好处就是脱口而出。谁？哎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他讲三个，他已经主动去掉两个了，三秒内他去掉两个了，有剪过了，筛选过了，今天就变三个了。老师说快同意一下，同意一下，就三个啊，三个没有喊我，喊你啊，前男友呢？前男友了 ，Sorry， 我的题目不是你曾经几秒在零，喂。你老师说曾经前任有多少个？前任，所以他是第四任，第三个，第三个，那前面两个啊，刚好哦，他是国学常识不好，对，国语比较不好，对，没办法，我一下真的湿了。咪咪，你知道我们跟宪哥不一样，我们不要你离婚，你掰得回来就掰回来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有缘回来就好，我还是你们要相爱的，请问。
两人第一次接吻地点在哪里？一、二、三，夜店。哇！我的电脑，我的电脑，那就是夜店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比较难忘，第一天就搞这个事情，对，第一天第一次就来了，刚认识就这样，对对对对对，哇塞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第一天？对，对啦，通常都是这样子啦。我干嘛这么诚实？请问，生日情人节，老公送老婆什么礼物？一、二、三，没送，没有。哎，对了。但是他慢了一点点，你为什么慢了半秒钟？因为他真的没送我，我本来想说他是不是会讲手表，但是因为手表其实是后来补送的，哦，有补送，对，是补送，当天是没送的，哦，对，哎，当天没送，你又没送嘛，没送，没送，好了好了，有补送就好，来亲一个，亲一个，哇。好，那可以回去了。谢谢，十几了，差不多结束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进行到第二个真心话大冒险。爱情快问快答，明星夫妻竟开始决裂。Ben 曾经背着小可看过爱情动作片吗？有，有，是我演的吗？我是新说台湾要的啦。乌龟，如果时间可以倒流，你想要回到哪一天？我想要回到。认识他，我知道前一天，我之前男朋友其实都就是家境都还蛮好，跟他真的有认识，帮我叫计程车可以。现在我们要进行到第二个真心话大冒险。天哪，好热！真心话大冒险基本上就一个人先答。自己敢答就答，不敢答的话，你要选择你要去做运动，这很好哦。什么运动？哦，跳绳。好棒哦！跳绳跳几下？跳十下。踩那个？跳五下就好。十下会往生的。五下就好了，傻逼鼠。你完全都不怕人家讲，难怪哦，要我都想插你刀了，随便就十下，真的，对不对？五下。那如果你真的不想打，你就说那你去运动，然后老婆打。哦，另外一个 pass 给，对 ，pass 给下一个打。那下一个真的觉得说这个答案真的不好说，那你就也去运动，一起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来，第一组先来吧，来吧。哎，你怎么流那么多汗啊？我这一集运动量很大。你要记得哦，我们的答案里面没有不知道，没有忘了，没有这样子。不行不行，只要讲这个就开始上去了。哦，那下一个就要补上来了，好不好？那第一个谁要先来讲？他。啊，我先。阿 Ben。阿 Ben。是。有曾经背着小可看过爱情动作片吗？私下。你要回答还是运动？请回答。有。有。有。是我演的吗？不是老婆大人，不是戏说台湾。笑的啦。不是戏说台湾，所以老婆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。你在哪里看的？在哪里看？在厕所。对，在厕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那时候对，就是哦，大肚子怀孕的时候，那就有。真是心，你为什么这么兴趣？为什么？因为就想说，老婆就在旁边，然后他还跑去厕所看大肚子，为什么？第一胎吗？对，第一胎的时候。我后来就跟他打预防针，我说前二后三不行，前三后二不行，其他都可以。但是老婆听到这个会有点难过，对不对？怀孕我觉得还好哎，怀孕我真的，因为而且他第一胎的时候真的是，然后才打第一，你要讲怀孕我够啊，你舌头也掉，你怎么这样？你毛起来打吧，又不是你方顿那边，好，那很好很好哦，健康啊，这里对啦，啊，接下来谁要回答？好了，我啦，愿意的好了，我应该没有什么好问的，小可。你们的婚宴礼金总共收了多少钱？哇！要说真话哦，真话，收了就是演艺圈啊什么加起来，你收了多少钱？七十几、八十吧，应该这么少啊？因为我们没有每个人都炸，哦，很好的朋友才炸，所以我没有炸你，没有炸我，有啊，
啊，我有包吗？有有啊！我要不是我们不是不是，我们要拿礼金布给你看吗？我还有拿喜帖跟你一起合照啊！真的，我有去啊！有拿喜帖跟你一起合照，我有放帖子给你，有啊！哦，真的哦，真的啦，真的，我都忘掉了啦！哎呦，老娘对这个更不会说有啦有啦有啦，我是好咖好，礼金布里面有名字的，而且真的我是真的好咖，我一定都会去，钱会去啊，人不见得会到了，我刚拍谁这样子？对，金姐真的，你看，好，接下来嘞，换你了哈，请问。阿Ben有没有吼过小可？如果是有，什么原因？有，有，有吼过。为什么？我记得那一次好像是我有一阵子去内地去工作，然后呢，就是有跟朋友一起去唱歌，然后一起拍照，那拍照就在手机里面。跟女生？对，跟女生就自拍这样子。然后呢，那时候那一天早上我刚好在睡觉。然后手机响了，他就把手机点出来看，突然就看到那个对方传照片给我，然后他就很生气，这样看着我，这样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跟这个女生合照？”然后就很生气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当下，因为我刚睡起来，我头脑也不清楚，然后我说：“哎，没有，那是我们去唱歌，就是大家一起拍照，然后他把照片传给我这样。”他说：“我不信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”然后他就走了，他转身就要走，然后就转过来：“你在干嘛？你不要，你要相信我，你要相信我。”我真的跟他没什么。我跟你说，是因为他会去厕所看 A 片啊。没有，那件事情是这样，就是他去内地是去一个商演，然后在那边就是有朋友会带他们去一些地方去，就是结束之后会去喝酒。那我都知道，可是呢，就是那一天其实是我公公要来台湾，然后他要去接机，但是飞机应该是5点多到台湾的。可他的手机在4点多的时候开始震动，我想说糟糕，会不会是公公？对对对对，临时有改机还是提前了？然后他睡得很死，我想说，因为我平常真的不会看他手机的，然后我想说怎么办怎么办？但是他又没有显示就是内文是什么，我想说好啊，先打开来看好了。一打开看，我真的傻眼，他说两个人拍照，不是哇哇去了哇，生气了哇，快哭出来了哇哦。那个女生拍照是这样，因为那个女生以前是被拥抱，然后她也长大了，就很多粉丝，长大，人家戏说台湾也有粉丝，我告诉你。然后因为她也长大了，她想说，哎呀，见到儿时的偶像，然后就拍照就亲密一点这样子，那也没有，对啊，也没有怎么样啊。再来哦，我换，好换你哦，好热，哇哦。有曾经吵架吵到想要扁人吗？吵扁人扁他吗？就扒他的头这样子？没有哎，真的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所以我们讲，只要没有不知道忘掉，请运动。被骗了你，小可被骗了。来，有陷阱题。来运动，来跳舞一下，脱掉鞋子。被骗了，我脚好湿，我没有穿袜子哎。这个很痛哦，这个超痛！我在前面那个都会告诉你们，不能没有这个答案的哦。啊，天哪！可是就是有或没有啊，而且有陷阱。加油加油！特别尖呢！哦哦，麦克。好丑！你跳完之后，那答案该那个阿 Ben 了。他没有答到就该你答了。同样的问题吗？嗯，你想扁他？答吧，你答吧。气到你想扒他的头？你随便答哪一次都可以，每一次都可以。好有爱哦！真的。对呀，真的想要动手。很生气，气到真的。很想啊，说了说了，真的啊。好了，我跳。真的很痛，你会爆汗，真的。我真的很能忍痛的，我生三个真的是一下就出来，超能忍痛。不行，你不行啊，你不行啊，你不行。看，哦呦，哎哦，不行啊。我看，这也是一种那个啦，对身体穴，那个穴道是好的，是健康步道。你用走的，你用走的。你走，你用走，慢慢慢慢慢，你走，哎呀，这样走，
他哎呀走，我走。哎呀，很痛，小可爱啊，老公哦。对啊，他还讲说你慢慢走，哎呀，甜蜜哦，哎呀。小可爱老公，很痛啊，因为真的妈真的很怕痛啊，你想件开心的事情。真的痛啦！真的痛！我跟你讲，肾功能摔倒，肾功能会更好哦。真的，真的。几下了？几下了？三下，三下，三下。还有两下，两下。加油！肾功能会更好哦。加油！真的很尖，这个才太尖了啦。对啊，每一粒都是尖的，没有人性的。粒粒皆辛苦啊！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。后面要帮忙发出声音呐！还有一次，来喽！加油！快扶扶一下，扶一下，扑一下，扑一下，扑一下。好辛苦哦！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第二组了，哎，换位置。谢谢，谢谢天后。来，第二组来吧。哦，来喽，来喽。哇塞，哦，好想去换脚。好想看金钟奖得主跳这个哦，对啊。好想去换脚，有没有定做的？这好硬哦，感觉有意志的。这个超硬的，没有知觉。那来喽，谁先来？我先好了。好好，怀中起立。怀中，怀中。请问一下，怀中，你的初恋是几岁？初恋第一次哦，第一次是几岁？十七，十七，那时候高中。跟谁？跟女生。老师，徐小可拿麦克风。徐小可拿麦克风。你是不是跟老师？对啊。还是跟房东太太？你说跟谁？女生是谁？同学吗？同学，同学。哎，房东太太有可能。房东太太有可能缴房租嘛？沈玉玲就是啊。对。沈玉玲第一次就给房东太太啊。房东太太来来来。你不能够为我房租和我来困住，真的哦，好了好了，同学是不是？对，同学，同学，同班，对对对，哦，班对了，好好，那换来，小龟，如果时间可以倒流，你想要回到哪一天？为什么？我想要回到认识他那一天。为什么？认识他的前一天。你好话，你好话，这是他的前一天，冬秋不如卖雪山。回到认他的那一天，我绝对不去那个地方。没错，还不是刀片的话就不要。小龟就是啊，我想要知道为什么。小龟就是哎，为什么？爱情快问快答，咪咪天然呆，让破好崩溃。请问咪咪上大号都花多久时间？他进去都一个小时。为什么在干嘛？很夸张啊！我敲门，他们说不要吵架，这样。然后都带什么震动的东西吗？手机，手机啊，手机。请问破的手机密码是多少？多少号？0939。哪有啊？密码，密码，密码，密码掉号码。认他的那一天，我绝对不去那个地方。对，没错。还不是刀片的话就不要。小龟就是啊，我想要知道为什么。小龟就是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样就是，因为他其实我之前男朋友其实都就是家境都还蛮好的，其实跟他真的有点辛苦哦。但我对，而且我也不想让他这么辛苦，真的。真的是动作，因为他也很在，对。就是他要回到你们认识的前一天这样子，不要相遇，然后就是，就我觉得就走相反的路，对不对？都比较不会那么辛苦。就那一天，本来我是右转，我一律左转。帮我叫计程车的。他讲出来心里的话，他不想让不想让你辛苦，不想让你辛苦，真的蛮辛苦的。小龟，我觉得他是真的有爱的，有爱有爱。你知道他是比较心疼你啦，就是结了婚，那你为他付出比较多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听说他那个做了很多工作哟。你都舍不得，坐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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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都会舍不得他。对啊，接很多工作。对他，但就是怀孕那时候啦，其实他做蛮多工作的，就是因为真的是很不稳定，就是他拍戏跟通告又很不稳定，那可能一就是都没有收入，那他必须去都没有收入。因为他得到金钟奖，没有接到啊，后面就是金钟奖是很之前就得到了，对哦，太早就得到了，魔咒。可能真的有，但是但婚后呢？婚后呢？
婚后就是反正因为就是完婚就是孩子也出生了嘛，所以呢那时候就是戏还是一样，就是可能就是有时候没有。我这边资料是说婚后小龟连台风天都叫你出去工作，台风天都要摆摊，真的假的？刚刚有没有很感动？对，刚刚快哭了，出来买。是前一天。我跟你讲，做节目就是这样，资料读的很大地的很严格，这样子。那时候是物流公司搬货啦，那时候就是那时候台风天嘛，然后他说，反正你那边不是有屋檐吗？所以你去没关系，我骑摩托车5分钟就到了。但我说老婆，这阵风雨很大，而且树都倒下来了。他说没关系，你那边有屋檐，所以不怕。我还是叫你再去工作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物流公司婚前婚后还有差别吧？我说台风天可以 double 哎，你一定要去。大家都没有 double 了。你们听听看，这个爱到底有多少？前面讲的时候，我希望回到认识他的前一天，不要那么辛苦，太辛苦了。对，台风天赶快出去拿 double。金姐还有一次哈，就是也是那个公司搬货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要过去的时候，封锁线就警察就设封锁线在那边，我过不去。然后呢，我就说哎，可以回家了，我就回家。然后他说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说没有了，因为那个附近工厂附近有气爆，瓦斯气爆，所以警察说设封锁线，说不要过去，太危险了。他说那不是你公司，气爆很可怕。我说而且隔壁是那个汽油公司，对，而且我说在隔壁是加油站，你知道吗？好危险。他说没关系，你还是去吧，你公司有没有人在上班？我说有，那你就去。那你看人家都不担心，你担心什么？这转折好大。对。我一下子不太能适应这样的爱情，是怎么会才叫贼这样子？因为刚刚小龟讲到要哭了耶，哎呀，就这个转变，我好感人哦，我都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？好了好了，两位来，请赐回，赐回，谢谢。小龟真的好真性情哦，哎呀，该你们了，哎呀，好了，那我先了，你先吗？好，我先，不然咪咪先来好了，咪咪先啊，请问咪咪。有头发的 Paul 跟没头发的 Paul， 你比较想跟哪个发生关系？没有头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被他的光头给吸引，觉得就浑身散发一种魅力。再去庙里，所以说 Paul 本来去植发又成功了，然后那一阵子反正他都不碰我。对，因为我真的假的？我那时候他那阵子长出来的时候，我怎么看就觉得好像一个糟老头。怎么会？完全提不起兴趣。没有没有，他有头发更年轻啊。就是觉得他这样很帅啊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头发没有毛就好啦。不是，因为他这样比较有型。还是全身要剃光？不用不用，他这样蛮像冯迪锁，我觉得还蛮美。冯迪锁更多了。哎，他八锁了，封底锁，听八锁了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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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唐老大 ，OK 啦 OK 啦，好好来 ，Paul， 请问咪咪上大号都花多久时间？这不能讲啊，为什么？这不能讲，你给你回答了，我会，那你跳喽，因为这个讲出去，不太好看吧？啊？那你因为我要讲啊，因为他进去都一个小时才出来，有这么夸张？一个小时，对，为什么在干嘛？我不知道，他一个小时，我那时候想要敲门说，哎，你怎么还有？他就说不要问。你在看片子吗？在看片子。在看片子吗？我也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。夸张啊！我敲门，他就说不要吵他这样，然后都一个小时左右这样。他带东西进去吗？就手机啊。啊，锁起来！当然锁起来，我要开门都开不起来。还有戴耳机吗？上厕所，哎，夫妻上厕所不用锁门吧？不用吧？不用啊，我们都没有锁过门啊。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有一次哦，因为不是有那种冷热空调在外面，对对，我想要把它逼出来，用热风，用天气用热风，想说它热了应该半小时就可以，受不了就会出来嘛。哎，没有，那个空调轰在里面，而且要关起来，问题是还是一小时才出来，出来之后满头大汗讲，哦，好热好热，想不出来，我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那么久？上厕所有时候就是女生有时候会上不出来，就坐一下，然后有时候她给我上越久越容易痔疮，对，上太久不能上太久哦。那我就可能看个韩剧啊，或者是敷个面膜啊，然后上完厕所再泡个澡啊。有带什么震动的东西吗？手机，手机啊，手机。还有 Nokia 带两只 ，Nokia 比较强。好了，这有达到哈 ，Nest。
下一个。哇塞！请问 ，Paul 的手机密码是多少号？0939。还有密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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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号码？Paul 的手机密码是多少号？0939。还有密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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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号码？密码？密码？哎，一运笨三年，你笨完了没有？你还敢讲出去？你这样跟公司导播都知道他电话号码了。密码？密码啦！我说号码，密码可以换的号码不能换呐。我以为是手机号。密码，密码，他说怎么那么密码我不知道，为什么不知道？来，请跳。哎呀，中计中计中计了啦！中计了，是真的不知道吗？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他好迷你哦！哇塞，真的很痛，真的真的很痛，还好还有，来，用要跳，叫出来。你在收的，痛的开心啊！我跟你讲，收最开心都是这样子，最痛的时候就大声叫出来，叫出来，最痛的时候就叫出来就好了。来，跳！两还有三次，还有三次，真的好尖呢！好，我跟你讲，也是一个偷一点，偷一点，就一只脚偷一点，一只脚偷一点。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下，跳！我帮你跳，不好，我帮你跳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下，老公，老公，慢一点，没关系，可以，你可以。哦，这样上厕所，上厕所可以再上三个小时了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体力很好，扶一下，扶一下，扶一下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真的很尖。哎，你一下怎么都是汗啊？尖了啦！对呀，你们好没有人性哦！要是我要骂人，尖的，这看起来好尖哦，超尖的，每一颗真的，人家那个鹅卵石还有一个缓冲，你们都没有啊？哦，对的，好好回答啦，真的是你被骗了啦！老婆，哎，他没有回答，你就回答喽。他的密码是多少？手机密码00123。不是，来来来来，我肾不好了，拜托不要通风。那等一下通风吧，踩一踩，踩一踩就好了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只用踩，痛，很痛，真的很痛，你通风不行哎。被老婆说不行，不行啊。还说他体力好，一个说行，一个说不行，就手脚到外面踩一下，躲一下，躲一下，躲一下，用踩，用这样子，快，对对，躲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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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们帮忙扶一下，小心后面，帮挡一下，小心。你吐了。哦哦，好，接下来再一下就好，再一下就好了。是我帮你跳。老公，我看老公的面子很重要。加油。哎呀！哦，不下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发觉痛风发作。你发觉在做这个，虽然老婆一口就说不是这个密码，因为是你害的。其实你可以，你也可以讲说哦是啦，这样子我可能会让他过。对啊，至少还要验啊。对啊，至少就我可能说哦好啦，没关系啦。但至少你很有爱，我帮你跳，我帮你跳，这样子互相，就爱情本来就这样子啦。来来过来来来，请回座，来来来。真的，我们希望就经过今天这一期节目里面，他们应该要长长久久来。真的，一定会。就人生里面有爱情，还要什么面包嘛？所以有时候有保鲜期，又长鲜期，跟保固期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就这样，像目前偶尔再来一下下，你发觉啊，永远这么新鲜，永远这么甜蜜。祝福你们哦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有事上奏无事，退场。